报税了，曾经是偷菜女儿的盲盒。第一个是那款黄色的曾经，拿起来看看，马上揭晓。有下去。猜对了吗？喜欢玩沙子可以。三是那款马上揭晓。波波球。猜对了吗？喜欢波波球扣二。又是那个花菜式。碰碰球。猜对了吗？喜欢波波球扣三。是蓝色的马上揭晓。颠倒屋。猜对了吗？喜欢颠倒屋扣四。蓝粉色射箭还是裙子？射箭馆。心动了吗？喜欢射箭馆扣五，从美团三十。元气馆，我已经太可爱了，喜欢的扣六。会是隐藏馆吗？还是玩花杆？追梦袖扣，喜欢的扣七。许愿抽到隐藏馆，又是玩沙池。一对也好看，在五宝水。妈，你干嘛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拜托你给闺蜜的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吗？看这些，这一点点礼物喜欢吗？哇，都是我们喜欢的耶。OKK、okay, 那就装一点点蓝色粉色。小学生必备笔袋和笔，闺蜜和护宝一样喜欢玉桂狗。你们数数妈妈装了几支笔几支修勾。这是什么猫咪造型太萌了。闺蜜喜欢 BLACKPINK， 那就顾个粉色主题。这四闺女你们更喜欢谁？女孩和粉玫瑰好配啊。妈妈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值一颗小星星呢？快艾特你的闺蜜给你估一个吧。好闺蜜总喜欢用同款书包，先放几个蓝色的修勾笔记本，再来两个新款的周计划本手账本，都放在书包主袋里。还有他们喜欢玩的吧唧新款咕卡套装也能装下，放好削笔器笔袋还有空间，再来一套咕卡装吧。女孩怎么少得了小零食呢？这样他们就能开心的玩一下午啦。还有护宝同款水杯，萌萌的零钱包，这次蓝色系书包闺蜜会喜欢吗？哇，都是一个个的耶。谢谢妈妈，我出去玩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手工文具店开张啦！老板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要什么？这也太哇塞了！我想要迷你书包，喜欢扣六六六。这个不卖。啊、你跟我 PK， 你赢了送你。妙啊！大的花，你帮我再开一个大的文具店。这太妙了。我先来，你们数数我收了几件修勾蓝色的，帕恰也是蓝色的。这是什么？不能用哎。找到一个手账夹，巴掌大的豆豆本，我画画用的。卡包有点大。CD 盘能放下吗？收进去啦。吧唧放哪儿？喜欢修勾口音。一共收了几件？一共七件。到我了，修勾有的，酷米也有。妈妈装了几件啦？修勾酷米都喜欢，扣个六六六。这个钥匙链护板没有。喜欢酷米扣二。妈妈装了几件酷米，这次谁收的多？我赢了。用你们的菜单零数、第一个是蓝色修勾，妈妈先来。看着挺普通，先把它下在热水里五分钟泡软，像糖吗？再把这坨糖盘成球，捏呀捏成小馒头，很 Q 弹哦。大家接下来做什么呢？粉条、鱼筋。接着看，给小馒头包个岩石的帽子，再粘上大大的耳朵，期待一下这回做个不一样的修勾。点上眼睛，这个戴蓝边帽子的修勾你们给打几分呢？贴上专属名字，好萌啊，快和你的闺蜜一起做。喜欢我的扣一。第二个是Happy，是他太难了。没问题，捞粉条，先盘个大大的球球做脑袋，再粘上三只脚。第四个掉了，捡起来继续，怎么看着有点像龟龟？上点颜色拯救一下，身体粉嘟嘟的小主来点红色，用棉签涂更容易上色。点上灵魂的眼睛，腮红萌化了，贴上包子的专属名字，简直萌到心巴巴上。喜欢我的扣二哟。还想看什么主题？喊你的闺蜜一起吧。不管在唱了《铃芽之旅》十遍之后，不保躺平了。老师拿出了一点点修勾，护宝又行了。你给我一个吗？你不是开了一个手工店吗？大一小户手工文具店马上开张啦！小老板在算账，我拿回去跟你换。OKK。Later。这些，还有这些。哇，这么多！小老板拿出了店里的存货，还有吗？小老板又拿出了压箱底的。全套工具，紫色库洛米，随便拉吧。有了修勾，还可以再唱100遍，又是开心的一天。今天的作业是。
便啊，这个高度正好。又是开心的一天，开学给女儿的惊喜。一姐在刷题，写作业写得好累，也累了。那猜猜礼物吧，有什么呀？这又是给我的吗？我先来。这是什么包这么结实？哇，画了个心哎，太棒了，穿了。谢谢妈妈，该我拆啦。包的这么可爱，又是什么？肉什么球胶带？喜欢兔年新品，点个小爱心。可以拆这个。这个有大耳朵的修勾叫什么？摸起来太软了。这一箱子零食怎么选？就这两个，这两个吧。继续看妈妈准备了什么惊喜？喜欢吗？喜欢。继续看一姐拆到了什么？糯米。你喜欢哪个？最后一个啦。谁赢了谁拆。包的这么花有什么？你该走了。喜欢扣一。美乐蒂的。喜欢扣二。库洛米的。喜欢扣三。卡比卡比。喜欢扣四。两个给姐姐吧，不用拆也有。在搞什么花样？你在这等着哦。写得太好了。我用心的开启，这也太可爱了。妈妈的开学礼物喜欢哪个？嗯，想什么呢？这些老忘事，你能给我做个立牌吗？想做个什么样的？想要一个狗的，每天都可以换的。OK OK。DIY 玉桂狗桌面立牌，第一步咱们先用铅笔画线稿，线条这样画有毛绒效果，感觉有那味儿了。第二步给修勾小熊上颜色，点上红脸蛋，喜欢修勾点小星星。第三步剪轮廓，选这个贴纸贴在右下角，用刻刀划开做成卡槽，放上正好。多做几个互宝喜欢的卡片颜色，想用哪个换哪个，每天不重样。第四步用长条纸折个三角支架，贴上用力压紧。 OKK， 喜欢玉桂狗扣一，还有个库洛米摇摇乐，做作业累了摇一摇，是不是很解压？喜欢库洛米扣二，玉桂狗扣一，都喜欢扣三。开启好物分享，先看哪一件？第一件，新换的削笔机，这是全自动的。喜欢扣一，玉桂狗手账本。喜欢扣二，新学期做计划用海贼铅笔。喜欢扣三，正好试试削笔机，六边形三角形都能削，削得好快，笔头尖尖没有毛刺。戴上笔帽保护笔尖，美术课用的彩色铅笔。喜欢扣四，留一分钟就能削完这些彩色铅笔，这下画画不用愁削笔啦。乌龟狗又来啦，喜欢点小星星。再扣五，真是萌化啦，舍不得用它坐姿矫正小面包。喜欢扣六，它帮我端正坐姿，保持写作业胸离桌子一拳远，软包还能拆下来当午睡枕。胖虎鼓励章，六个图案你喜欢哪个？喜欢扣七，给自己盖一个超赞吧。这次分享你们喜欢哪些？